可以尝一口吗？是吗？喂，你输了吧？嗯。现在7点多，早上7点，晚上6点，走一点练习锻炼的。6点钟呢，准时把他叫起来。哪有那么早？今天6:40我才叫的。我说平时啊，老妈叫他。哦。老妈叫的很早了，因为他出去工作很早。昨晚他突然跑上去跟我睡。6点钟起来，然后他起来刷牙了，我妈就出去工作了，就等下车，他自己在这里。你看见车子吗？是不是啊？奇迹。奇迹。它尾巴断了不？我不敢抓，以前小时候啊，反正我就是反正不敢抓了。这个有点痛。爷爷，我要这个。谢谢爷爷。不，这样。每天早上你快来。嗯。你去学校又有的吃，你要来吃干嘛？啊？嗯。你买了哪里？我看你还没有。看见了，你打别了。你带那么多去啊？我就喝一瓶啊。两瓶啊，每天早上两瓶啊。哦。有，生活过得好啊。走，现在等车，还差几分钟车就来了。你干什么？拜拜。校车就在家门口。每天早上送，然后每天晚上就送回来，也是到这个地方。肚子饿吗？当然饿啊，早上起来。给你做一个爱心早餐。你先等我，知道吗？哦。我拿给你。哦。2 hours later。饿扁喽，干什么嘞？第一次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多朵，好多朵的哦，花瓣。只有一朵盛开。我买的果酱本来是深色的，浅色的就好了。我买错了，我忘记备注。喂，坐台前我再拿出来给你。A few moments later.
什么鬼呀、啊？盖起来。喂，站起来。噔噔噔噔。哎呦喂，那么精致能吃得饱吗？嗯、啊。怎么又不能？可以续面的吗？可以。那这一丢丢哪个吃？你不是说减肥吗？这一口还不够啊！哎呦喂，你不是说糯糯的，摸着舒服吗？天什么肥的？这里，来给你吃。可以尝一口吗？哇，有点心疼啊，你尝啊。你尝一下什么味道？是凉拌的味道咯。不够辣。不够辣吗？好不好吃？这是做牛排的，不是？哎呦，那个乌烟瘴气的这个可以不？厉害不？这个跟那个。核弹一样是吗？一朵云在那里。去吃饭喽！我放在后面小小的。你看到没有？吃饭是打垃圾。好包。有没有带油袋子？你不早说，那人家都配备袋子的好吗？进去。我爸爸，我看你要不。好，进去，从旁边啊！哎，哎呦！三年轻。那你爸爸？嗯。那你小时候，你都拿那个香去点那个炮，点的厉害。小时候我不怕，这个我不怕。我去！来小黑呢？有啊。这块不是没了吗？把那个他们给搞了吗？小黑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小黑。两缸不？不能喝了。啊？要他们开。来。没过了要回好吃吗？扣不扣啊？干嘛？我要砍鸡砍鸭。你大狗肉吃，什么好吃的？哎，你这我那白的呀。香吗？我的那一袋呢？我那有
还有奶袋是我的、嗯、来吧。刚才你都不来，人家浪费了多少你的。我把它干满了。呀、yeah ！发给你，都打包了，我都还没有吃。我等一下我在那边吃。春暖花开，带走冬天的感伤。微风吹来，浪漫的气息。我一时情的忽然充满意义，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。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期待，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。那你接回去了吧？搞两大游戏吗？来，那你快点。好哦！哎呦，我搞个鸭腿煎。嗯，香啊！这个肉好香啊，都流口水了。这个呢，这个。嗯，你等来啊。那我们吃了吧。不管了吧，那。